三点钟。三点。近日，武警云南总队机动某支队为强化特种作战能力，练就抬枪就打、以快制胜的本领，精心挑选特战侦察共30余名队员，组织了为期15天的特战分队快反射击骨干集训。此次集训严格按照科学组训训练模式，采用从理论到实践、从动作到技能、从训练到实战的方式，严格组训规程，强化学习记忆，提高能力素质。既学习了科学的快反射击理念，又学习了先进的实战化快反射击组训方法。在下一步训练中，我们将努力做到精度与速度的结合，战术与技术的结合，环速与发速的结合，实现由快速向急速的转变，由静止向运动转变，由基础向应用的转变。据悉，此次集训重点突出演练抬枪就打、以快制胜、挑战极限、达到极点的方法途径，重点对3+5模式进行了训练，包括本能反应射击、记忆指向射击、奔袭抵近射击3个基本科目和快速更换弹夹、急速更换弹夹射击、手枪射击空中飞盘、步枪急速连发射击、手枪对多目标急速连发射击5个特色科目。此次快反集训，我们通过15天的不间断高强度训练，成功掌握了2510射击模式。2510及2种枪种5秒时间命中10个靶，不仅让我们熟悉和掌握了如何练好快反射击的方式和方法，更是增强了我们对下一步搞好实战化快反射击的信心。